不开抽吗？台服的箱子还没出来吧？出来了吗？还没呀、啊！哎哎哎 ！What the fuck？ 这一套还不错，这一套不太好看，但这一套蛮好看的。这顿冲蛮帅，蛮帅的。特效蛮无聊的，这个门还不错哦，门不错。好啦，那就20箱，10箱。抽20好了，20来个门不过分吧？好不好？20来个门，是不是要开赌盘呢？你有感觉吗？我觉得20箱要出蛮简单的，毕竟20箱很多。20箱要抽个门，应该是不需要靠感觉的。应该是直接来啊。第一个就武器特效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什么大便啊？还马铃薯？哎呦，深海青蛙！哎，顿冲来了。目前还没有重，靠腰！我妈正想说，目前没有重复的。比较不好看的那一边的帽子。好啊。角色特效哦，这个是那个旁边有两个，哎呦，河豚，耶，又这个，哎呦，另外一个 ，nice， 衣服啊，衣服是很难抽的部位，所以我们衣服、帽子、手套、鞋子，很接近。这个是我喜欢那一边的帽子，那来个衣服。我操，最后一箱了，不会吧？啊，倒了，干，哭啊！要停一下，抽这个箱子嘛，我觉得它是时段性的，它就是差不多这30分钟抽到的东西就是这几样东西，每30分钟每大概15分钟换一次这样子，真心不骗，多年经验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真的是这样，这不是什么玄学。来，看一下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下会抽到哎、欸，干，哎呦，有不一样的咯，现在是他妈脚印连发是不是啊？我操，那三个脚印 ，what the fuck？看，我还以为抽到门，妈，这什么一个长跟大便一样的东西，是啥鬼啊？
看，我们是不是停一下再抽？我们就开始一直抽到这个帽子，有没有？跟这个脚印，就是现在这个时段，就是这个时段。然后我们现在抽到这个猎冲，等一下又会再抽到一个猎冲，我跟你讲。然后不会抽到盾冲，会一直抽到猎冲。干，我这一次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说我没做吧？干，我又以为是门。啊！又倒了。跟你说，我抽这个，抽的超级有心得。最好的抽法，其实是你抽个三箱，然后就等十五分钟，再抽个三箱等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正常人是忍不了的，根本忍不住啊！就他妈的想一直按啊！我通常是先抽个三四箱，然后如果是我要的东西，我就会一直接着按，因为你每个东西要两个嘛，所以如果是比较难抽的东西啊，我就会接着按。例如说我看到出衣服了，我通常都会接着按。啊，只要一看到什么脚印啊、手套啊、鞋子啊，来个两个，估计就要停个三四十分钟，太危险了。之前门大概怎么抽？我之前都很快。我之前还有什么十抽就一个门，什么二十抽毕业什么的。我上一季很扯啊，我上一季总共加起来大概四十抽，还五十抽而已，我就全套毕业，是翅膀加门加两件套，什么都没了。祭品成功，太猛了吧！我已经连续两季都是差不多五十抽左右全毕业，连赛两季，运气好像用完了。哎呀，来了，我们一样二十箱。哎呦，飞马！十箱中两个门，现在是不是到门的时段了？是不是要开干了？有不一样的东西开始出现了，干，全部都光环特效 ，yes， 披风。这个好，这个至少是没有的。Yes， 门的时段终于来了。跟你讲，接着按，接着按，会有更多的门的。啊，二十箱一个门。哎呀，还是有的嘛。好不好？我们换一个二十箱，来个衣服，一样一分钟开了。来个衣服。干妈的，又是这个帽子啊 ！What the fuck？ 哎呦 ！Yes！ 翅膀，衣服，对，看，啊，
一次好惨哦，平常不会这么惨的，平常我在那边抽都是嘻嘻哈哈，怎么这一次这么悲剧？托一次的诅咒，干他屁事啊！不准笑！